靠，太暴力了！找找找，又来到熟悉的豆腐夹。本来其实夏天我不太会来这边，因为太热了。但是听说昨天鬼头刀大咬，在欲望跟现实的拉扯之下，选择欲望。阿雄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这是他的新版，第二次就直接拿一下海水了。淡水已经开壶了，期待你海水开壶。好，出发。哇，日出呢，太舒服了。今天没钓到鱼也值得啦。我觉得前面这块应该很快就会有鱼了，看到非常多的巴蚁在翻，很明显这也就是他们的早餐店了。好，通常有鱼群在的话，水面会跟沸腾一样。鱼群来喽！哦，超大一片，吓死人！超大一片，我看到前面那边超大一片，我靠，整个水在沸腾啊！可以啊，都往我们这边游了，我们在那边等它就好了，在那边等就好了。一群人呐、啊，快往里面丢，一定有东西吧？它不咬嘞，我靠，全部都是。搞毛啊，不摇啊！错过这班公车，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。哭啊！哇，比烟火还短呢、欸。去澎湖看烟火都比这个还长。现在就慢点加减晃了，等鱼来了。空白机。哎、欸，咬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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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中了。十班吧，你感觉很小只。哈哈哈哈哈！公母说：“海缆叉遇到你，拜拜。”呀，第七，咬了。我放什么东西？我觉得是海缆叫。哎，有冲哦！哎，炮弹。哦，这个。这恐怖哎！天线宝宝说你好，我用这个啊 ，ABU 的铁板啊，这恐怖哎！哎、欸，新邮票，它这个好几种的哦。来了，起蹦啊！一堆堆堆掉你的心啊！走！走了！哦呦，这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哦。哇，拉着我一直转，什么东西？看，我靠！哎那，哦，又是哎那，这哎那小小一只呢，哇，跟马达一样，拉着我一直转。那边啊，是啊。我钓鱼啊！哎呦，哎那，哦呦，电动马达又一尾了，绕着一直转，哎、欸，小小一只，那爆发力很强哎、欸，我怀疑它里面有核动力。中了，呼呼呼呼！哎、中鬼头刀喽！一直转，哭啊！怪熊鬼头刀来了！我靠！我！呼呼！碎了！漂亮的鬼头刀！
很漂亮，好漂亮。好，拜拜。我也要，我也要。我还没上车啊，我才刚下车又要上车了。水啊！现在边滑边找鱼花。今天小三元的，都不是特大只，但是小小一只就很好玩。又中，又中，哇！回头刀来了，哇塞！哇，今天很爽，哦吼吼吼吼！哎呜呜呜！大哥，不要直接对玩家发动攻击啊！哦，后面还有一只，后面还跟着一只，我看会不会双攻。把另一只铁板在底下甩，刚好应该是青梅竹马吧，自己上来，哎呀，来，各位观众，看到水花就抛，现在天色变暗，哎，会咬，水。看到了，看到了，今天哇，感觉现在这个天气应该会有精英的，精英无代志，进来吃啊哩，哎，有押韵的，哦，来了来了，又中，哇，鬼刀都带了，啊，掉了，好玩好玩，哦。呀，第二杆连中，又是小鬼，哦，洗塞掉了。哦，这群家伙是有练过的哦。哦，来了，炸一个水花。小只的。我，哈哈哈哈，很会冲啊！我我，哇，超咬超咬！哇，旁边还跟，最近的鬼妖他感情都特别好啊，旁边都还会有护卫。又来一只小鬼。喂，你上岸了？对啊，我的肌肉差不多了。哦，干，现在是大咬呢，连中两只鬼都到了。啊，你留着哦，留着哦。好 ，OK， 好。他毕业了。哦。那边中整串了、喔，哈哈，哎，有了，中。哎、欸、那，嗯，钓很飘，钓超飘，哇塞，哇，我靠，太暴力了，哇，我靠，太暴力了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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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干断线了，很大，那很大，断线了，但这就还看到它影子，啊，顶不住啊，那个真的割线，拿那个小铁板一定吃到嘴巴里面去了，被刮的稀里哗啦，太惨，竹梭，
大咬啦，没有，没差了。我感觉是红干哎，太爽啦！哎，哎，土托，哇！哎，土托，哇！哇，哎，今天不错嘞，哎，没坏呢。哦哦哦，哎，他上来才发威。我终于要中土托了吗？终于要起来了吗？靠靠靠！对啊，还行哦，这个大概七十几吧，不算很大。好像下面有一群哦。哦，他咬了，哇哇，咬的超漂亮，土托来吧！呼呼 ，Come on baby。You are mine， 来了土托啊！我终于在这边中土托了，之前都是被剪线收场。没关系，哇，土托终于，原来你长这样子啊，还蛮好看的，太帅了吧，太帅了吧！回家了，回家了，回家了。我觉得底下还有一大群哎。这样乱嚷就有，对啊，你中我也中。哦，他这牙齿真可怕，要把你上靠才算完成。突发状况，我的桨掉到海里面了，请朋友帮我拿一下。我现在拿鱼滑，哦，希望不要漂那么快。有看到吗？吓死了！我还好有这只鱼在那边让我滑慢漂慢一点。看我被这只鱼这样滑，不然漂很远，太酷了啦！哎、欸，你前面钓绳？有，我失手绳拿去绑钓竿了。没有，都放这样。啊、哦，你绳子拿起来。对啊。感都挺了，然后就插着。哦，对啊，像这个蚊子，吓死了，很怕掉一掉，反身就不见。对啊，吓死人。没事没事，还好还好，还好有你。充满没那反应的土托鱼羹搞好了啊！我这个乱拼乱凑，就照我对酸辣汤的印象，我随便买几个料，通通加下去。现在还有个汤啦、啊，哦，好香哦！哎、欸，光是这个汤，那土托鱼炸过的香味就已经弥漫到了整个汤里面。来，再吃一口土托鱼。哦，很好喝耶，很香，比我想象中的土托鱼好吃。哦、怎么说？因为我之前钓过一只差不多40公分的，哦，吃起来超彩，没有油。哦，但是现在东北季风开始来了，它们脂肪开始变多，哦，吃起来变好吃了，很嫩，而且外酥内嫩了，搭上这个汤绝配。但是我觉得这一锅热量应该是爆表，除了炸过的土托鱼之外，还加了一堆太白粉。嗯，好好吃哦。